知名的手机游戏《阴阳师》现在也跟上定位游戏的热潮，推出 AR 位置手机游戏新作《阴阳百鬼物语》。以原作的卡牌玩法结合位置情报，我们要扮演一夕间返回平安时代的阴阳师，在现实地图上降服各式各样的妖怪。在大地图上到处都会有四散的妖怪，还可以在地图上设定前往的目标，透过亲自抵达目标来获取额外的奖励。当你与妖怪们接触时，就会发生如同阴阳师般的卡牌战斗，必须要勤劳的在路上对阵，借此锻炼角色，好击败强大的据点 BOSS。现在就赶快起身上街走走，当个现代阴阳师吧！